刚完成了一上午的关于产品设计的讨论，就真的还蛮累的，因为你要在不同的同时进行的事情中，还有交错的细节中，保持自己的思维和逻辑的清晰，我觉得真的还蛮耗费心力的。沟通真的是门学问啊。现在我准备出门透个气，然后回来继续读书工作。It was an ordinary day. I woke up on a wave. I filled a sail and made my way to the shore. I blew through the center of your town. Came upon your house, waited there for you to come to your screen door. I asked you, can you hear me blow? Though you don't know where I'm coming from or where I go. It was an ordinary night. I met some fireflies. I danced around with them until about 9 o'clock. Heard your footsteps on the road. I ran to bring you home. And I whispered through the leaves up and down your block.这条裤子是脚棒，就不光有纽扣，还有这个腰带，就再也不怕裤子太大了。期待了很久的之前设计的平方的新产品终于到了，感觉还蛮不错的，还有标签。哎，喜欢呢，嘿嘿，跟想象中的一样，太棒了。便签的质感也挺棒的，有种很立体的感觉。这次设计的包装是想把这些食品的小贴纸啊、便签啊
装在这种小口袋里面，有种超市装零食的感觉。然后还设计了这种包装的贴纸，可以贴在这个上面，就特别有零食包装的感觉了。好了，接下来要准备开始拍摄了。这个袋子挂在把手上好像还挺有意思的，挂得上去吗？可以。真的感觉自己在过扮家家。听说明天开始就上海要一周都要下雨了，所以抓紧时间，趁着阳光多拍一点。终于做好了，改了很多次，但是排版对我而言还是个挺尽心的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总有很多新的想法和思路吧，总想把很多细节做到更好。这个包型就是当初按照这个设计的，其实画这个的时候就是单纯想画一个购物袋的感觉，但是画出来之后觉得诶，这个做成实物好像感觉也不错，正好配上我们这次平房的新 logo，
感觉特别棒，所以就尝试打了个样，现在再做个修改吧。除了刚刚尺寸的修改，等等再确认一下。我觉得这个打样的布太硬了，想比较轻薄的材质，所以感觉这种棉麻的质地的倒还不错，更 prefer 有这种棉籽的那种胚布，感觉质感特别棒。再选择一下，虽然其实自己也不是学这方面专业的，但是平时接触的越多，也就了解的越多，所以想把它做得更专业一些。以前总标榜自己是个斜杠青年，但是最近意识到比起广度，我想更注重深度一些，就说想把自己从事的事情在深度方面做得更专业更好一些。收到了份 Summer 从韩国带回来的礼物 Meat Tiger， 看看哇，这些小卡片好可爱啊，配色特别舒服。韩国商品的这种包装真的都很细致啊 ！Meat Tiger 老虎，我的最爱。为什么喜欢老虎呢？是因为金钟国。我特别喜欢金钟国，所以也就特别喜欢老虎。咦，喜欢呢，挂布。刚刚我买的 Blue Host 的包裹也到了，也来拆一下。这次一眼看中了这两个折叠的收纳筐，日常着迷这种收纳的器具，然后感觉这种折叠式的便携的还挺方便的，而且颜值又很高。当然装好啦，还蛮方便的，这两个颜色也挺百搭的，想想装什么，又可以把房间收拾收拾了。还有这个帆布袋，每次都觉得 Blue Host 选的布料都很特别，这块布料也好酷哦，既复古又挺活泼的感觉，喜欢。 Blue Host 其实是我好朋友 Sherina 的店，自从自己做品牌产品之后，就知道了很多产品呈现背后的故事，然后也对做这方面的朋友就特别惺惺相惜吧，也时常被他们的产品一些细节一些想法就觉得做得特别棒，然后日常和这些设计师插画师品牌主理人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也经常能碰撞出很多新的想法和灵感，对此也觉得挺幸运的，这也是做这方面的事情特别有趣的地方。我觉得
平时我也会有意识的去收集一些宣传册啊、杂志啊之类的，这些都是我大部分都是欧洲收集到的一些博物馆的导览图或者宣传册、品牌的资料之类的，都是在旅行中 get 的，都还蛮有意思的，有时候看看会有还蛮多启发的。正好把这些东西稍微理一下。哎，先把一些明信片、纪念品给理出来。哎，这包，这个是个茶明信片，特别有意思，是我当时在 Portugal 葡萄牙寄给自己的。这里面是一包真正的茶，特别有意思。Antibes 是我当时住的南法的小镇，这张是天鹅堡，当时是下雪天就去的，正好就是鹅毛大雪那天去，特别像童话里的世界。我最爱的马蒂斯，这个是里斯本寄的花砖博物馆的明信片。这边还剩了几张当时法国的邮票，没有寄完。嗯，理这些东西真的都特别治愈，就能回想起很多过往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其实或多或少都对现在产生了一点影响。都是宝贵的财富啊。其实这些参考资料我一般就是在前期 brainstorming 的时候看，之后真正上手绘画创作的时候就不看了，因为我怕这些过多的会影响我。我觉得绘画设计还是要以自己的风格去呈现出来，这点很重要，毕竟创作是自己的东西。